21号晚，赵薇在微博晒出一张与杨子姗、王森的合照，配文称"我们的年会万"。照片中，赵薇坐在板凳上，微笑看着远处的屏幕，杨子姗则蹲在地上，低手托腮。不远处站着的王森姿势夸张，三人皆是拿着话筒在嗨唱。房间背墙的黑板上还写着"普林天团重返20岁"的粉笔字，配合三个人开心的表情，画面和谐，无声而热烈。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年会好温馨，并祝他们玩得开心。也有网友激动道："我薇还有许久不见的我山，好想听听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！"还有网友看到即将飞出画面的王森之后，忍不住调侃道："场地不够你们施展啊！"